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神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神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神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77页，倒数第六行，科题，复回庄严。请看经文。何以欢喜？雄猛无畏，甚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余等者。世出世间，唯有佛陀福慧圆满，无比的殊胜庄严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何以？何者名也？以者甚也。不但他明了，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这个话不是赞叹的话，是真实的话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是自性所生所变，自性是真性，真性是能生能现。我们今天迷失了真心，不知道真心，生生世世都是用的妄心。什么叫妄心？分别、执着、计较、贪嗔痴慢，这全是妄心。真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经题上显示出来了，真心是清净的，真心是平等，真心是觉而不迷，这个觉就是此地讲的明了。
明了叫做觉，不明了叫烦恼，叫迷惑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迷惑，妄心里头有迷惑。妄心有的，真心没有；真心有的，妄心也有。妄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它是无明，它是迷惑。所以，真心不但明，而且深。甚极究竟圆满，啊，所以大乘教里常常用殊胜的胜来形容，啊，这个胜像猛火烧得非常旺。也能形容自信的，像前面所说的殊胜光明。啊，雄猛，《法华经·受记品》里头说。大雄猛世尊用形容来赞颂世尊，啊，赞叹他。为什么？念老在下面有个小注：世尊断尽一切烦恼。大雄不怯，没有恐怖，没有畏惧，勇猛精进，所以称他为雄猛。啊，《净严疏》里头说，佛于世间最为雄猛。那佛所证得的福慧圆满了，世出世间一切人、一切众生，虽有福慧，没有圆满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见性，见性就圆满了。所以。大乘佛法的教学，最后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明心见性。像世尊、像诸佛证得的一样圆满，所以佛陀的教育是真实。究竟圆满的教育，只有它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那我们这一代人，烦恼习气严重，啊。无量劫带来的烦恼习气，不但业障重，说得不好听的，罪障太重，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
这一些罪业所感得的，就是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异常。我们在传播里面得的信息，最近这个半年来，很多地方气候温差异常，反常啊，这不是好事啊。气候反常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，我们人勉强能承受。要知道啊，植物不能承受啊，植物里头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粮食粮食必须在正常的气温之下，它才能生长。气候变化不正常，它不能生长啊！不能生长，我们将来吃什么？这就是所谓的粮食危机，这个麻烦大。我们晓得地球上的人口年年在增长，粮食如果欠收，不能增长怎么办？决定的有不少人饿死，这就是灾难。出这个，风灾、地震，大面积的土地忽然下陷了，这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。那么还有瘟疫，所以说我们的罪业很重。佛菩萨慈悲，教导我们，劝导我们要回头，要接受圣贤教育，要接受佛菩萨的教育，真正忏除业障，改过自新呢。大小乘的经论，宗门教下，贤教密教，处处劝导我们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后面我们很快会学到端正心念。32到37品。是佛教我们怎么回头，怎么改过，道理跟方法说得非常详细。我们认真地干，救自己。接受净宗法门，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
这一生必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功德也就圆满了。啊，富慧庄严呢，我们可以在一生当中证得。啊，问题就是要真干，真干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真正了解、真正明白佛在经上所说的道理。理明白了，自然就晓得怎么做法。啊，小朋友，底下一代的人，要重视啊。我们这一辈子错了，希望下一辈子能纠正过来，不犯我们的错误。他们那一代就比我们这一代殊胜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使命，决定不可以疏忽。如果疏忽，我们的罪过就大了。啊，孩子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有使命、有义务、有责任，好好的教他。啊，我们发心要教人，先要把自己学好，自己做好了，给下一代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学习决定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落实在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生只读一门。啊，就不会有妄想，不会有杂念。其如一定的深度，他会得定，他会开悟。我们学习的目的真正达到了。啊，真正想学，想修，从哪里下手？最方便的，最得力的，最殊胜的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弟子规，感应篇是善业，要深入去研究，要理解它，要奉行，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圣人，是贤人，那是佛菩萨。啊，可不能小看他，不能疏忽他。啊，从这个上面疏忽了，一切就完了。这像盖房子一样，这是地基。啊，地基疏忽了，盖再高再华丽的房子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它就会倒塌掉了。啊，儒释道三个根是基础，基础要坚固。啊，认真扎这三个根，纵然没有建树，来生的富贵
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。啊，这一生的根基坚固，没有什么建树，来生建树了，不会白学，管用啊，有真实的利益。我们到老了才完全觉悟明白了，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，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啊，没有重视啊，就根扎得不好啊。啊，我们自己感到欣慰的，现在明白了不迟。这一生没有成就，来生决定有成就，这是有把握的。啊，那么最聪明、最有智慧的，是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最了不起的，无比殊胜庄严。为什么呢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比圣贤高出太多。啊，真正能往生，也要靠基础。佛念得很好，我真心真愿，弟子规做不到。感应篇不能完全相信，这就可能障碍你往生。啊，你在往生最后的时候会遇到障碍，为什么？你的基础不稳固，你的冤亲债主他看到了，他就有方法来障碍你，让你最后一口气不是阿弥陀佛，是杂念，是妄想。于是你又去搞轮回了。由此可知，三个根的重要啊，三个根是做人的根本啊。佛经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，他的标准就是《弟子规》，就是《感应篇》十善业。这三样东西，我们真正建立了，做到了，你的根本坚固。啊，临命终时，有善神保佑你，冤亲债主不得其便啊，他们有机会下手，你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。一切善人有良心，一切恶人也有良心，对恶人，我们的冤亲债主要原谅他，要宽宏大量，不但要原谅他，他有善行，我们成就他，帮助他，不要去障碍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德啊！
大智大德了，就从这个地方展现。啊，小愿都要报复，这个人心量很小，没有福报，要也要同情他，可怜他。啊，没福量小。啊，小怨小恨，不肯饶过人。啊，小怨小恨都能饶过人，这个人是大德、大智慧、大福报，前途无量。佛是做的最圆满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典型。啊，连割礼王各界身体。啊，这样的羞辱所受的苦难，人若仙人，没有报复的念头。啊，死的时候告诉格里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这是什么心灵？啊，释迦之所以能提前成佛，是这个功德成就的。能饶恕以最严厉毒害你的人，你能够饶恕他。啊，所以千佛当中，他提前成佛。啊，《净严疏》里头，佛在世间最为凶猛，对世尊的称叹、称赞，与大众中说法，无所畏惧之德。佛字字句句都说真实话，没有一句妄语，没有一字一句是欺骗众生的，所以说法无畏惧。又大乘一章里面说，化心不切，名为无畏。化是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没有畏惧。啊，字字句句从真心流露，欲化度众生呢，无有切入之心，名无也。啊，没有畏惧。下面说相好，相好之直。三十二相，八十随相好。故知何意者，表菩萨微光明身也。啊，欢喜呢，表内心自在，形容活跃。啊，凶猛无畏，则表菩萨之实德。勇猛精进，说法无畏，复显仪容。啊，他的仪表，他的容貌，威神无比，大雄不怯。至于相好，专知神色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
为我们实现的唯一，让别人看到，尊重他，敬爱他，也畏惧他。啊，虽然畏惧，不肯舍离他，愿意跟他学习，总希望自己能有长时间不离开善知识。啊，佛陀在世不离开佛陀，经上记载的常随众1255人，一生跟定了释迦牟尼佛，佛到哪里他跟到哪里，不肯离开。那对佛有敬有爱也有畏，啊，前面说的相好，下月才得功德辩才，表菩萨具种种其他功德与种种无碍的辩才，哪些是功德？佛陀教导我们的三规五戒，是善业道，这是基本的功德，我们要下功夫，要真正得到，真正得到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啊，表现在你对人、对事、对一切万物，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善业，十善业里头包含着三规五戒，统统做到了，这是大德了，种种功德了。再往前进一步，提升一级，自自然然出现了六合六波罗蜜，啊，到普贤深愿，那是大菩萨的功德。啊，普贤深愿发生大事，圆满具足。啊，所以一般教学不讲普贤誓愿，啊，那是向上一种，只讲到菩萨，菩萨是六度六合境，啊，六合六度菩萨的种种功德。啊，开悟之后
就得种种无碍辩才。不但过去古圣先贤留下来这些典籍，你没有障碍啊，一听就懂了，一看就懂了啊。为什么？你见性了，一切法全是自性流出来的，见性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啊，没有见性的人不知道，不学不知道，见性的人不学也知道。见性的好处在这里，大乘佛法的教学目标就是帮助你见性。啊，要真正想见性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绝不另法。啊，诸佛菩萨怎么见性的？一条路啊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归纳起来了一条路，第一条路成佛之道。要怎么样成佛？持戒、修定、开慧、戒定慧三学。啊，学好儒释道的三个根是属于戒律，而且是戒律的基础，就基本的戒律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不好？基本的戒律没做到。像盖大楼一样，怎么往上盖都不行。啊，都不会成就。基础出了问题，啊，真正把基础做好了，啊，做得很圆满，没有问题了，再向上。修定、开慧，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是基础的基础，从这上建立戒律，就是三规五戒十善。它的基础就是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。这个基础扎实啊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修定，84000法门是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定。啊，得定之后，定就是清净心。我们这个经体上，清净小乘禅定所得的，没有染污，
啊，染污的根本是我，有我就有染污。啊，所以佛法小乘须陀洹要破身见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才算入门。那么从这个条件，以这个条件的标准，我们全都没有入门。啊，入门是证须陀洹苦，啊，小乘粗苦，大乘实性位里面的粗性位菩萨，要破身见，要破边界，边界就是对立。啊，这都是最重的烦恼，最粗的烦恼，啊，粗重，啊，粗细的粗，从这下手啊，再破尘见，啊，尘见自以为是。不能随顺众生，这样的修行就能得定啊。所以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用读书做手段，做修定的手段，那就是读经啊。读经是修定，为什么？读经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有杂念有妄想你就念错了，心不在焉，你会念错啊，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多掉，这就叫专心，把心专在读经上啊。要读多少呢？不算多少，算时间，一天最好有十个小时，有十个小时的时间在读经，好啊，就是你每天有十个小时修定呢，啊，这样常年下去，修个3年5年，得三昧了。三昧就是禅定，不读经心也不散乱了。啊，读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杂念，不读经的时候也没有妄想杂念，这就叫得三昧。啊，我们要是读无量寿经，这个读成功，无量寿三昧。啊，你要读《金刚经》呢，就《金刚三昧》；要读《华严经》，就《华严三昧》。啊，一定要有这个效果出来，就是读与不读，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清净心、平等心现前，这叫做三昧。啊，三昧成就之后还继续不断功夫，一直用下去，再用个1、2年，不定什么因缘豁然开悟，
开悟，你学佛就算毕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得三昧是菩萨，往上升级成佛了。啊，虽然成佛是刚刚成。功夫还不圆满啊，所以他离开六道，离开十法界，他住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在一起修行，一直到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，他回归常寂光了，这就圆满了，真正圆满了。啊，常寂光是《华严经》讲的妙觉的果位，在等觉之上，真正是无上菩提。啊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只要得三昧，无碍辩才就出来了。啊，得三昧得定啊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。啊，心是清净的、平等的，不会受染污，不会被外头环境扰乱。他有这个本事，那么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这个心见色就明了，闻声就明了。我们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看到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。他见色闻声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生的智慧，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啊，没有人问他，他在定中。有人问他，向他请教，他从定中流出智慧，来帮助人解答。一定契机，一定契理，契机契理就是如来说法啊，决定没有错误。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，不是佛菩萨的专利。佛菩萨是明了这个门道啊，他能证得，我们是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啊，也不晓得用什么方法能够获得，不知道。那佛告诉我们，这是每个人的自信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得能相好。完全是究竟圆满，没有欠缺。所以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我本来都是佛。啊，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把佛子找回来。佛是我们本有的，肯定回得来。啊，不是没有去塑造一个佛，那就不可靠了。本有的，本来是佛，要珍惜这一点。
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与心德相应，不要违背心德，这就对了。这就叫佛法，这就叫大乘。啊，所以种种功德，种种辩才，啊，要承认。大德大能是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所以佛没有骄傲，也没有嫉妒。啊，对人对事一片慈悲，慈悲就是真诚的爱心，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一提哪有不关怀，哪有不照顾的道理？啊，凡夫不知道。啊，界限画得很清楚，严重的分别之处，造无量无边罪业。具足庄严，则为总结以上的赞叹。如来以福德智慧庄严其身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此诸菩萨具足智福之庄严，超于一切世界。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比不上极乐世界的菩萨。此乃极赞菩萨之真实功德，至为稀有。啊，这个赞叹的真正的意思，引导我们发无上心，求生净土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，在诸佛刹土里头也未必能做到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你是一定可以做到的。我们就知道怎样选择法门，法门选择之后决定不动摇。啊，法门玄定之后，你真修，决定有很多人劝你，还有更好的法门。啊，希望你改变，放下净土，修他的法门。还有一类叫你多修几个法门，不要修一个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是无始劫以来冤亲债主太多，你修一门你会成就，叫你修几个法门让你分心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不会成就，他是来干破坏的。啊，你会很喜欢听他的，你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最后把自己破坏掉。啊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，他只教你一门，但是这样善根的人，现在这个时间找不到了，没有了，谁肯听你的？你在胡造谣言。啊，你说的这个我没见过，
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一门深入成就的，距离我们太远了，2500多年。啊，你说慧能法师距离我们也有1300-1400年，我现在没看到。啊，你说这个法门好，你这自己为什么不敢？真话了，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敢？我们想干，没有缘分的。我是早年真想干的，啊，真正想有一个地方，啊，有一个人护持，让我一门深入。没这个缘啊，有的缘呢，就是我刚才说出来的，很多很多的善友啊，邀请我讲经，他们想听哪一部经来找我，我就给他讲哪一部经。我这50多年，将来应该将近有100部吧，应该有，我没有去统计啊，所以这个心是善的，没得三昧也。如果55年讲一部经，哪有不得三昧的道理？能不能大彻大悟？不敢说，得三昧敢说。没有缘分呐。啊，我这一生学释迦牟尼佛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表演的是什么？教员，这学校教员教师啊，不是校长啊，啊，私人办学是私塾。学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真的自在啊！所以没有组织实际上涅槃散漫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弟子们就散开了，个人教化一方啊，都是做一个认真负责的教员没有组织啊，所以佛陀在世这经典上记载着有16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，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做老师啊，他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做一个好国王，领导着一个国家的人民。啊，说出人亡祸国，国亡人死，有仁有义，把人民教好。啊，国亡真正爱人民，啊，我听说这个世界上有2个小国。西藏的南面有个不丹，婆罗洲里面
也有个小苦。他们是国王，国王仁慈，爱人民，啊，世界上讲幸福的指数，这两个国家都排在前头，人民过得很幸福，啊，人人都能够遵守十善业道。婆罗洲有文莱，那信仰伊斯兰教，啊，伊斯兰是阿拉伯文，意思是和平，啊，这个国王仁慈，对人民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。啊，全球有灾难，这个国家不会有灾难。人的心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不违背十善业道。啊，文莱亦如是。啊，这两个国家都有国王，君主制度。啊，所以一个国家的兴衰，与这些民主啊，这个国王或者是讲封建，与这些制度不相干。制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教育。他是怎么教的？能把人民教得这么好？这就好了。啊，君主帝王把人民教得好，这个帝王对人民爱护的像自己的兄弟姐妹儿女一样，关怀备至，人民当然拥护他做国王。啊，民主国家的总统也能像这样的教化人民，这国家一样好。啊，所以我感觉的制度不是重要的问题，重要问题是你懂不懂教育。你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德行？啊，真正有大德、大智、大能，什么制度都好。啊，没有大德、大智、大能，什么制度都出毛病。那关键不在制度啊，真的在教育啊。中国礼记里头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呐。我上一次来在马来西亚，跟我们这边华校校长老师400多人见面，啊，我跟他们讲到10个教学危险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学佛60多年，讲经教学55年。得到一个总的结论，就是一切法不能离开教学。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？
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仅现在说法，他不在教学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学没有中断呢，天天在教啊，教得很认真呢。啊，身行言教，没有人不相信，没有人不遵从。啊，有问题向阿弥陀佛请教，阿弥陀佛一定很有耐心帮你解答，啊，会让你很满意。没有一个世界成就不是依靠教学的，这一点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学会。啊，佛勉励弟子要做佛，要做菩萨，意思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教员，在社会上做一个好榜样，啊，把人都教好，这是佛陀教育。啊，这是集赞菩萨的真实功德，至为稀有。下面这一段，戒尘诸佛称赞，这个事情做得太好了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你啊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般若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语言而成心。诸佛共赞，表诸佛为作证明，同声称赞正显大士的身。这个大士，极乐世界上的居民啊，个个都是大菩萨。为什么？弥陀在那边教的是大乘，不是小乘。所以弥陀的学生都是大菩萨。啊，观音师智是代表。啊，文殊普贤是教练，他做成功了，就因菩萨诸般若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。前面这一句，菩萨诸般若蜜，般若蜜是梵语，意思是究竟圆满。啊，诸般若蜜，大乘常说六般若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啊，佛教的教旗就是代表这个意思，
蓝色的代表布施，黄色的代表持戒，红色的代表忍辱，白色的代表精进，金色的这边这一条是金色的，代表禅定。最后一条是五个颜色通通具足的，代表般若波罗蜜。这就是菩萨住波罗蜜。在这个旗子上。这个旗子旗杆一定在这边。这边是旗杆。蓝色的在这边。这边是旗杆。如果这样放法呢，这就错了。这个方法是错误的。一定要这样方法。两面呢都是一样的。蓝色这边是旗杆。代表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总是一切佛法。一切佛法不外乎这六大纲领。布施是放下了。头一个要把自己的身放下。念佛堂的堂主有一句口头禅常常提醒大家的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念佛堂，你要不一切放下，还有妄想杂念，你在这个地方念佛不会得一心，不会得定，而且还会扰乱别人。因为你有妄想，这是无形的，没有形象，会不会干扰？会干扰，像我无线电电波一样，眼看不见，我的念头就看不见，但是念头会影响这个磁场。所以印光大师主张念佛的人数不要多，越少越好。他老人家常说不要超过20个人。那为什么呢？杂念少，人越多杂念越多。那个念佛堂只有形式，收不到效果。人少在一块念能收到效果。古人祖师大德说的话都有道理。菩萨极乐世界菩萨究竟菩萨住波罗蜜六度全修，那六度就代表万行，代表了84000法门，代表了无量法门。极乐世界无量法门都能证得究竟圆满。底下一句，二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。住三摩地是照应前面住波罗蜜。每一个法门都能得定。能不能得定的关键秘诀就是你专不专注，专注就得定，不专注
我学佛还想着那个法门，这就不能得定啊。所以得定的秘诀了，就是一门，不可以有两门啊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老师对待学生只教一门，你想学两门，他就老实告诉你，你不是上根立智，你不具备学两门的条件。一门，一门学好了以后，可以再学一门。啊，一门没有学好，同时学两门，两门都不能成就。那么现在的学校就麻烦了，这一个星期里头同时学好多个课程啊。我们看一般的小学，学语文，学数学，学历史，学地理啊，每一天第一个小时学语文，第二个小时学数学。语文还没有吸进去，换了题目了。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学一点常识，不能深入。这叫学法的问题。如果学校六门功课，一年专学一样，效果肯定不相同啊。学生的头脑里只有一样东西，单纯，没有杂念啊。把六年的语文在一年教完啊，第一年专门教语文，第二年专门教数学啊，第三年专门教外国文，你是一年一样，肯定成绩非常优秀啊。六门东西同样学完，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让学生能专注。如果他一生专注一门，那还得了吗？肯定得三昧啊，肯定开悟啊。道理很简单，没有人能做这个尝试啊。啊，你试验看看，你看它的效果。啊，昨天这前天的小朋友，昨天晚上父母带来跟我见面，还差两个月满五岁，无量寿经能背诵。啊，他来问我，他下面在背望经还原观好不好？我告诉他不好啊，希望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回归了再念下去啊。一天呢至少要念10个小时啊。小孩很单纯，我相信不会超过五年，三年到五年他得三昧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个快的十几岁就开悟啊，慧能大师开悟是24岁，
小孩子有善根，这么一点点大，他就专注。我听说他不看电视，不看网络，心这样纯。父母好好教他，非常有前途。每一个小孩都是佛菩萨再来呀。问题是父母老师要会教啊，不会教就糟蹋掉了。古时候世世代代有人才，现在怎么会没有啊？现在跟古时候没有两样啊。古人会教，现在人不会教。现在最可怕的是网络，是电视。谁教小孩？网络教。电视在教，把小孩全教坏了。现在小孩谁不看电视？谁不玩电动玩具？这个小孩5岁，他能够不玩这个，不看这个，这有善根，不多见。在这个大时代。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自己要有真正智慧，要有好的因缘，不接受这一些外面环境干扰，不接受它，专门在一部经上下功夫。下到什么时候为止？下到大彻大悟。没有大彻大悟，绝不放弃。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没有不开悟的。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。我们学佛。如果你还在30、40岁，来得及啊！30岁10年，40岁，40岁10年，50岁，50岁的人10年60岁，多好，都能成就。我们在此地建汉学院。就想推动这个方法，把古人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找回来，现在来试试看，看看有没有成效。汉学包括儒释道，儒，我们用。群书之要，唐太宗所选择的65种典籍。佛大乘经8个宗派的典籍。只能学一部。这个宗派必须要学习的基本经论，你可以看一遍，你要了解，有这个常识。这基本典籍里的专攻一样，为什么能得定，能开悟？悟有大悟，有彻悟。大悟
我本宗的，与我本宗有关的，全知道了。彻悟呢，不是本宗的，其他宗派，甚至其他宗教，无论什么样的学派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真实智慧啊，这是中国祖宗之德。古时候只有印度有，中国有，现在印度没有了，中国虽有不传了，不相信了。我们在此地做实验，希望圣年能做出成绩出来，让大家看到，好好重新再想一想，我们走古人的路子还是走西方人的路子？西方教育把社会教成这样，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大家都着急，怎么办？中国有办法，但是没有人相信。几千年，中国几千年写的这些东西，现在还会管用吗？没人相信。我们在联合国做报告，大家听了都欢喜，也鼓掌。我下了台之后，很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这一句话，连我的信心也动摇了。那想着怎么办呢？只有做实验，实验做出来真管用，他们就相信了。不做实验，没人相信。欧洲汉学，我去访问了，伦敦的、巴黎的、巴黎法兰西汉学研究所，我才知道欧洲汉学就从这个研究所奠定，这个研究所清朝时候成立的，有130-140年的历史。英国的汉学跟法国比，落后大概40年。现在领导他们的教授诺贝尔跟我见面，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。他们把中国的汉学当作古代历史文明来研究，那得的结论是知识，对现在不管用，提供给现在人做参考。他听说我们在马来西亚建汉学院，他很欢喜，问我们怎么教法。我就告诉他，我们汉学院在建筑，建筑完成之后，我们里面招收研究员，研究什么呢？研究群书之要，这65部典籍，这是儒，汉学院包括儒释道。佛就是大乘8个宗派主要的经典，也希望一个人专学一门。道也如是，也如是。从道藏里头选择10种、20种，希望有人专攻。
啊，用10年的经历学这一部东西，首先就是要把它念熟，念得会背。从哪里下手呢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从这下手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没有老师，是自通。啊，要自己悟，自己通，不要求老师。啊，老师教不了，必须自己通达。怎么通呢？熟透了就通了。啊，1000遍，这个千不是数字，是无量。啊，代表无量。啊，就是我要修这个，我一生我天天念。啊，我们相信念到600-700遍、1000遍，自然就会背了。会背之后，就不要看经本。啊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有空闲时间坐下来就背经。啊，希望一天在没有开悟之前，要念10个小时。刚才讲了修定，这10个小时，用这个方法把妄想打掉，把杂念打掉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让我们回归到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清净心、小乘的智慧、阿罗汉的智慧、平等心、菩萨的智慧，自然就开悟了，智慧现前了。啊，就我做这个实验，他听到了非常高兴。啊，这个东西现在还管用，这管用，决定能帮助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啊恢复安定和谐，啊，让人们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如果他要不是真智慧，要现对现在没有用，我们学他干什么？那毫无意义啊！学了马上就管用。今天学，今天就管用啊！啊，他听了非常高兴，他跟我们合作，说欢迎。啊，我们是需要合作。啊，你们那边走的是知识，我这边走的是智慧。啊，智慧跟知识可以交流。啊，可以在一起交换研究心得，研究的成果。啊，所以不做实验，没有人相信。实验做成功了，提供给联合国，提供给全世界，啊，这些教育专家重新思考，我们教育的理念、教育的方法，要不要改进？啊，古时候这个方法有效果，那就是真智慧，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啊，首相问我，汉学院马来人可不可以参加？当然可以。我们在马来西亚办汉学院，这个汉学院是马来西亚的汉学院，啊，马来人也能成圣，也能成仙，马来人也能成佛，也能成菩萨。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个个都能成就。啊，汉学是平等的，
真实智慧啊！啊，不能把汉学看成是一个地区的、一个族群的，不是，人类老祖宗的真实智慧，全人类都有份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四库全书分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。啊，许多这些大学里面，只要大学里头有教中文的，我们都赠送一套给他收藏。啊，所以目的是要我们常安住不生不灭三摩地中。啊，人心常定啊，常常存着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不生不灭的三摩地。啊，如涅盘经曰，涅这个字，涅盘是梵语。啊，这个音的意思是不生。盘这个意思是不灭。不生不灭了，就叫做大涅盘。啊，我《维摩经》上说，法本不生，尽则无灭。啊，不生它就不灭，一切法确实没生的，我们以为是生，我们误会了。啊，一切有形象的法，刹那生灭。你找生灭找不到啊，它是不是生灭法？是生灭法，你找不到，因为它的频率太快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，我们六根能见的这一切境界，啊，生灭多少次？我们的根生灭与外面环境的生灭同一个频道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大乘经律佛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的根深是虚妄。我们所见的一些境界也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说，真的是不生不灭，自信，能生万法的自信，不生不灭。自信所生一切万法，是生灭法，叫有为法。啊，佛经上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你真的看清楚了。你要以为真有啊，错了。小乘一有余涅槃之理，而观不生不灭了，趋于偏空。啊，这小乘跟大乘不一样。啊，大乘呢，则从空入假，于有为法的四相上，显不生不灭之理，当相即道，即思而真。这几句话意思很深。啊，这是大乘教。
大乘教看得很清楚，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电视的画面是有为法，电视的屏幕是无为法，大乘一眼看穿啊，对于屏幕跟画面完全了解啊，小乘人只知道屏幕是真的，认为屏幕上画面是假的，真假分作两界，不圆满。大乘真假是一，不是二，也就是画面跟屏幕不能分开。啊，屏幕永恒不灭，画面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不爱永恒不灭，永恒不灭不障碍刹那生灭。这是大乘，大乘有体有用。所以当相即道，即思而真。啊，所以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个是大乘啊，讲得太圆满啊，故能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，日射万缘，一心空寂，这是大乘菩萨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我们终日度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心里面怎么样？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没有把这些事项放在心上，心保持清净平等觉。啊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，什么心呢？清净平等觉，心里头一尘不染，清净光明，那所做的事业就入法了。啊，这个事业是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！啊，日射万缘，什么境界，你都可以涉猎，像《华严经》53参。53参是表日射万缘。我们从早起到晚上睡觉，这一天所经历的人事物，就叫日射万缘。虽然日射万缘，心是清净的，一心空寂，也就是说，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啊，事我可以为，可以做，绝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是什么？心是空，心是寂。菩萨跟凡夫不一样，就在此地。凡夫干的事情，记在心上。菩萨干的事情，心上没有，所以他不造业，干什么他都不造业。凡夫记在心上就造业，记在心上就有果报啊！所以菩萨做而无作，做他真做了，无作什么？心里头没有染啊，不放在心上，等于没有做。凡夫是做了，马上就染污。啊，有染污就有六道轮回的果报，没有染污，六道轮回没有，一心空寂。啊，菩萨跟凡夫不一样啊！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菩萨；放在心上，就是凡夫。啊，所以乃能于不施忍辱等六度啊，悉皆究竟。
啊，菩萨所干的事情，不外乎六度、四学、六合、十善，啊，天天干的这个事情啊，天天干，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，啊，坐而无坐，所以天天干事，仍然能安住于不生不灭住三昧中啊，不设定义，这是佛菩萨，这是我们真正要学的，学的这个快乐无比啊！啊，一个人在这世间不造业了，啊，将来到哪里去？想到极乐世界，就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想入华藏，就到华藏。啊，行遍道场，便是一个都不漏。道场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场所。啊，他通通能到啊，于道场正行呢，无所缺少，语言而成尽，唯一一真，究竟平安。这大乘菩萨多自在啊，摄住毗婆沙论里都说，若堕声闻地，即辟支佛地，是名菩萨死。啊，菩萨一起心动念，把所作所有放在心上，菩萨就死了。为什么？他变成凡夫了，他不是菩萨了。啊，连声闻缘觉他都不堕落，他怎么会堕成凡夫？不可能的。啊，堕名是名菩萨死，这是一切利，一切菩萨功德利益就丧失了。说若堕于地狱呢？不生如是位，若堕二乘地，则为大不讳。菩萨堕地狱，菩萨怎么堕地狱？到地狱去度众生。啊，地藏菩萨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像地藏菩萨这些菩萨太多太多了。他们到地狱度众生，啊，在地狱里面没有恐怖，没有畏惧，啊，不爱菩萨道。但是他要堕二乘呢，他就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二乘人呢，众生太难度了，难度怎么呢？算了，别度他了。这就是二乘心。啊，从菩萨退到阿罗汉，阿罗汉有缘就度你，没有缘不度你，不像菩萨，菩萨有缘无缘通通度。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就是故菩萨语言二乘心。啊，菩萨决定对声闻缘觉距离远远的，啊，对六道他不怕，常在六道里头度众生，啊，后面总结实得无尽，啊，真是功德了，说不能尽的。阿难，我今六数，彼极乐界。所生菩萨真实功德，悉皆如是。若广说者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这个话是真的。后面这两句话不是比喻，不是假话。
说一桩事情，百千万劫都说不尽。啊，古德讲的真话，佛说的大乘经，经里头每一个字、每一句的意思，要细数，百千万劫都说不尽，一个字一句都说不尽。那么这无量义，你会不会知道了？只要你坚信，你就全知道了。啊，你就能说无量义。一切经字字句句无量义，再扩展到一切法，字字句句也是无量义。为什么？信的自信无量啊，自信所现一切法，通通是无量。啊，佛经是无量，世间书是不是无量义？是的，是无量义。我们完全不知道，你要叫佛菩萨来讲，就变成无量义。啊，其他宗教经典是不是无量义？是无量义。佛法是平等法，佛法完全讲自信，讲自己的真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要用真心，工作要用真心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用真心，决定不吃亏。啊，别人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人；别人陷害我、障碍我，我不障碍人，不陷害人。得的便宜可大了。啊，这一生处处吃亏上当受人欺负，来生人天大福报，这是不求往生。你说你便宜占多大？啊，今天真的跟人斤斤计较，来生六道轮回要受果报，不值得了。啊，所以用真心有智慧，用妄心生烦恼啊！啊，念老注解后面就这一句话：世尊，总结极乐菩萨真实功德，说不能尽，一点都不讲错。啊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依教奉行。啊，遇到佛法真难。啊，同学们有不少从中国来，这几天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这一段，啊，乃至于四句偈，这个功德福报都是说不尽的。啊，真正听懂了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啊，无论什么人劝导我们改变，我们决定不改。啊，你们看我这些年来对我的攻击，啊，回报攻击有多少，我如如不动。啊，我也很感谢这些人，这些人来考我，啊，看我会不会改变，会不会受影响。啊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永远不受影响，我永远不会改变，我就一部经一句弥陀念到底，我决定到极乐世界，我不会到别的地方去。啊，汉学院建好了，我答应他，
我到这来当教员，我教一门功课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斯里兰卡大学建好，我跟总统讲了，我什么名义都不要。啊，他们要叫我做校长，不要，我推荐总统做校长。他们要叫我做荣誉校长，不要，顾问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是教授，啊，教无量寿经。那其他经典我不闻不问，啊，我就教无量寿经，多么自在啊！啊，我跟大家做榜样，大家要学坚固信心，坚固的愿心，永远不改变，啊，我们就一条路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那到极乐世界我们还在一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